理解，我也是执行董事会的决定。李总，你这给的时间也太紧迫了，后天就要投标了，您突然说标的要降200万。新的招标书马上就会传真给你们，如果你们的金额高于我们的标的，评标落于下风，我也帮不上你了。降200万吧，肯定没得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罗董，你放心，如果利润率太低，那么我会想一个权衡的办法。爸爸，你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？1000块吧。爸爸，你能不能给我600块钱？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妈妈已经不是给过你零花钱了吗？400块钱零花钱，加上你给我的600块钱，这1000块钱买你一个小时好不好？我想到解决的办法了，我们还有一批库存的门窗，免费给他们更，只希望不降低我们合同本身的金额。我想他们会同意的。退二进三，我儿子教我的。